幕要开始了，还不赶快回来！欢迎收看《才知道》。哎，不是啊，我这电车帽还戴着，没有人跟我讲。我的，是誰ですか？这是什么？好烂，好烂啊，好烂啊！我们是，我是摇滚乐团。哎呦，好，我们我都盯着吊装。可以回座位了吧？可以回座位了。好啊，可以回座位。没有。耶，梦想新大陆的。梦想新大陆了，好不好？大家在玩吗？ Yeah, 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这个、hey. 这个，哎，怎么的？啊，我的回力镖了哈。好，这个平常呢跟阿布一起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平常跟阿布一起来玩游戏的时候呢，回力镖比较大了，我们都不好意思。哎，怎么了吗？太麻烦了，怎么了吗？会打到他脸啊！好，平常这个只要阿布来一起玩游戏，我们通常都会扮一些奇怪的角色，但今天呢算帅的吧？可以，我还是很奇怪吧？耶，觉得可以，我还是很奇怪吧？不会啊，我觉得你还蛮帅的，你还好像真的有这号人物哎。你说在西门的徒步区吗？在三手线的地方，真的蛮好笑的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不要那么语重心长讲。你说什么？不要那么很帅的。你说什么？很帅的。我们今天呢是这个，这是探险家阿布玛利亚。然后呢，我是探险的伙伴，我叫鹦鹉。鹦鹉。嗯，不是那个那个鹦鹉。不是那个，哇吱呱呱那个，不是那个鹦鹉，是卡卡卡给卡给鹦鹉啊，卡给木下鸟子是风雨，我是风雨，风雨上风雨，你好，怎么了吗？怎么了？你说什么？快快点出，你那个还蛮硬的，小心点。对，我这很厉害的哦。很厉害的，厉害的，九十度。好，这个，好像一个，为什么我的刀要这样子呢？对，你们他们的刀很弯，你知道吗？对不起，刀很弯，你知道吗？这什么超弯的？这什么？是海盗在用的？这是Tiffany的项链。对，哎呦，微笑项链，微笑项链。好，我是这个微笑武士刀了。嘿，好，那个。今天呢，我们是刚刚讲了嘛，梦想新大陆，然后呢，阿布赏探险的伙伴，没错。那如果还不知道梦想新大陆是什么的人呢，可以先来看一段一小部，就是我们的代言人阿布还有美丽本人一起拍摄的影片《恐龙舞》，来看一下。梦想大陆神秘面纱，恐龙为宠飞天遁地，文明探险奇幻漫游，天气变幻环境作战，梦想新大陆，和恐龙一起飞天冒险吧！哎，可以哦，可以，可爱 ，nice， 可爱。好，那个我们今天呢，原本以前我们游戏都是我们玩，然后阿布在看，今天要让阿布来控制了吧？嗯，交给我的代言人，对不对？身为梦想新大陆的探险员，嘿，我是今天也一早开始就在玩。OK， 对，该不会是已经沉迷了？对，所以刚刚其实不是。工作底的是你都玩到忘记了，这是不好修。对，我们来一起看。好，游戏的画面吗？来，好。哦，这边有这个特色，对不对？那我来讲还是你来讲？嗯，中文不好，那我应该。好，没问题。那梦想新大陆呢？跟大家来讲一下，它是一个跨世代5G 全视角的 3D MMORPG 手游，那除了很重要阿布在里面是代言人之外呢，还有一些特点，比如说主线剧情全部都是中文配音，对，所以也会听到阿布的声音，对，我有
就特别配音，对，然后呢，它有大量的例会跟剧情动画，就是都可以有一些，就是蛮精美的，错，没错没错，而且声音很可爱，配音的大家的声音可爱。然后它是用 Unreal Engine 4来制作的，所以它的画面啊、光影的呈现其实也是很漂亮的。Yes。然后它有一个很特别的是天气的系统哦，天气的系统，而且天气系统好像还会影响一些技能，对，生活技能。很多游戏它的天气就只是可能风景变化，那这个游戏它的天气是会影响某些技能的效果，然后呢，甚至有些稀有的掉落物的怪兽在某些特别的天气才会出现，对对对对，所以其实天气要素也是影响着游戏的内容，对。所以你可能说我要打什么什么东西，可是它还没下雨的时候才来。对，可是今天晴空万里，打不了。没错。那它的游戏的机制战斗呢是回合制的，那所以呢回合制的话呢，因为可以想的时间比较多嘛，所以它就讲求策略，这个策略，好不好？请问你在笑什么？是因为刚刚不小心退出了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嗨。我以为是新麻生，刚刚又想到潮水莲，又想到吃的。好，没有啦。这个世界观很想玩，世界观很庞大。对，它的故事呢，大きいんですよ。大家看一下。哇，这个世界地图，这地图看到就是它有七个古文明，然后它都是开放世界，每个都有很多特色。哎呦，熔岩堡听起来很好吃哎，不是吃的，熔岩堡。熔岩堡很烫，小心啊。很烫，又有那个气势。也很好吃，熔岩堡。可个麻哈窑啊，好像是玉米的农场。玉米，OK。然后呢，它的社交功能也很丰富，像这种这么世界观画面很漂亮啦，然后人物很精美，然后呢风格很可爱的玩家很多，所以它也会去。在上面有这个社交功能也是很强的，对，他们有这个家族功能，而且家子，对，在世界屏也可以用语音就可以聊天，是里家子，这个家族哦，我们现在有一个家族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的家族叫做落叶归根，哇，真是中二，不错不错不错，所以王力宏也在这个家族里面嘛，王力宏，家乡不胜唏嘘。很好听啊，谢谢。他说王力宏啦，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要说啥？很好听。我的回力镖蠢蠢欲动。我们有一个字卡，对不对？就是可以让大家，就是会送大家东西的。就是我们现在下载呢，就会送坐骑跟时装，还有宅知道的专属虚宝。真的假的？自己的输入 ZZD 七七七，所以是宅宅的七七七。宅知道啊，不是宅宅的吗？宅宅的七七七，这个奖励自己，然后礼物卡这边，礼品卡这边，然后下载就会送以太跳跳龙，还有永久时装。哦，这是阿布首款代言的手游大作，没错，对，而且不只是代言，里面也有阿布，你看。这好像是我们节目自己帮你，对，好像我们自己恶搞的，是真的，好像是整人的，对，大家可以参加游戏里面的日常活动可以参，可以这个做这个阿布的赠礼，对，次数可以六次，对，跟我可以互动，是，那那个我们呢在撞角的时候可以选择六种职业，然后每个职业还区分四种大略体型，所以呢这个独特性就还蛮多的，哇，连读取的过场动画都是阿布，很漂亮哦，对，那充斥在这个梦想大陆里，没错。可能很多教室。然后我们呢？可能吗？这就创了一个这个七军破军破七星破军盖贝贝，好难念哦。对啊，谁取的？就是这样子。你疯了吗？因为我们想展示，所以就先创了这样。对。这些时装、发型、头饰，对，就是这个各种的外形啦、外观都有，连化妆都可以自己弄。所以就是像我的话，私底下玩的是跟自己接近。哦，对，然后就是你是喜欢捏的像自己的类型吗？嗨，違いますか？我都不会，我都捏特别丑的。哦，真的？为什么？还是你心里想说啊，很丑，那就跟你们很像啊？没有啊，是吗？是嗎没有，他讲的，我没有讲。其实，所以一开始我玩的时候也是捏很久很久哦，对，想要试试看捏，对，想要看能不能把自己放到游戏里面，对对对对，很好玩，好，那这个我们就直接用这个七星破军盖贝贝啊，对，来跑一下任务，对，好啊，我们应该可以先去，我觉得我们就是要先去找一下
阿布的阵在哪里？对，阿布在哪里？阿布在哪里？因为像这一次阿布是第一次代言梦想新大陆，第一次代言手游嘛。然后呢，这个游戏呢也有个口号，就是说在游戏内与阿布相遇。对，虽然我们平常录节目就遇到了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们还是去游戏里面找一下。不想遇到的，在游戏里面遇到，不会在游戏里面遇到，我们还说哇，好棒哦，是阿布，我们遇到阿布了，然后阿布坐我旁边，然后这样，哎，阿布哪里啊？本人呢？没感觉，但是对玩家来说很重要，没错没错、啊、在游戏里面探险家玛利亚、哦、有看到我的粉丝了，因为我也有一个专属的称号嘛，对，想你的，对对，想你的，我刚在路上有看到，哎，阿布，哎，真的会。哎、欸，会动的阿布哎、欸，对啊，欸、你怎么直接跳过？我想听他讲话、欸。对不起，他刚刚有讲话。你不可以因为他长得跟你很像，你就这样跳过啊？欸、你怎么这样？那是我们喜欢他，我们喜欢的阿布，我想听他讲话，你干嘛把他按掉啊？你先不要讲话啦。对，这、哦、个是我跟你声音好像哦。啊、是我的，啊、是你、啊，我是本人。所以你很喜欢他啊、哦？啊，我是本人、啊、小笼包，丝瓜虾子的、啊欸欸欸。你是不是刚刚在偷想？你换衣服换这么久，是不是一直在想吃的？受不了了。好，在这任务里面就可以跟这个探险家玛丽亚，没错，他是第一次来到这个母大陆，然后大家就可以跟着他的任务，在这个大陆上慢走走看看，导览，然后可以在各个不同的地方跳舞。没错，其实他比较像是一个你刚来这个游戏里面。的导览的任务、嗯，我是一个歌手，然后想要跟大家一起唱歌，啊、一边唱歌，然后想要巡回演出，对、啊、所以在这个母大陆这样子走来走去，这样，然后这个阿布的阵理完成之后，可以得到阿布的梦想事务所套装，就是现在画面上的阿布玛利亚穿的这个衣服，これです，可爱，直接解了呀，哎呦，哎呦。空中待的时候，小可爱，这个衣服很可爱。嘿，然后、啊、那我接那个阿布的阵理，真好，我们来跟他一起这个寻找神秘的歌唱家，神秘歌声。啊，哎呦，全部都有哎、欸。配很久配很久，就是发音的部分一定要好好，不然大家听不到。当然啦，不会啦，这个但因为是阿布，大家可以理解的吧？那我帮他配，没问题啊。你想去哪里呢？对对。之前可以看到大陆的日吃日肉，还有日吃。好开心哦！去哪里唱一首歌？嘿。没有问题。哎，平常没有在听自己讲话，这是噶。对，但是其实因为我觉得有一点害羞，所以我还没参加这个活动。哦。对，所以我也是现在第一次。那我们今天就是逼你把它全部参加完。你现在是听到自己的声音还是会不好意思的类型吗？对。对，我们直接按右边那个海之角。对对。这个对。寻找海之角，到海之角听歌，我们就帮这个探险家玛利亚去找啊、哦、这个歌声。那个鸡越看它的屁股越看越好吃哎、欸，哎、欸，ダメですよ。哎、欸，可以吧？这是不能鸡屁股，鸡脖子。哎、欸，你真的算是少数反应很快的人，对我来说很厉害哦。や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没有粉色海豚，海豚要吹动海螺才会出现呢。啊，原来这是你，那就是我了。没关系，这里能看见美丽的。其实蛮赞的啊，感觉看到自己认识的朋友在游戏里面出现，对不对？而且也是他的声音，觉得还不错啊。哦，然后接下来要去这个香水之都，对，香水。我也是很爱香水的一个人，哎、欸，我也是，哎、欸，真的、喔，我也是、欸，我出门一定要喷香水，对我也是、嗯，因为我很怕人家闻到我身上的体臭，欸、所以我闻到宅宅臭臭的味道，这样，对，我的有礼貌，老人臭，你没有，哇，这个鸡屁股真的，他没有的，不要这样讲，讲实话，嘿，停一下，说实话，停一下。哎，没有任何一个女人。可是这里叫做黄金城呐、啊。黄金城，黄金城，穴道取剑，这里超难的，超难的。
但字很可爱啊，马哈亚玉女节。对。好想为勤劳的人民唱一首节日的歌。好，来请唱。耶耶耶耶耶！太混了吧！耶耶耶耶！玉米节，寻找唱歌的马来又来烤玉米，烤玉米。哦哦哟哦，这个鸡我看了好饿哦。哦，多么的可爱！我完全沉浸在这热情洋溢。真的很难的这些字，这些字真的很难。没有啊，觉得很棒啊。玉米节今年还要持续几天呢？现在大家都散了。因为就是可能平常不太会用的词比较多，其实我们也不会用，我们也不会讲这些，对对对，所以棒读感比较重，对，有一种翻译文学的感觉，没错，翻译文学的。溪底玉米呀，哦，在水里了，哦，游泳了，玉米呀，玉米，香菇是什么？可爱，秋山。是多么的可爱，所以在反复学习。相互是什么？相互哪里？相遇，上浮就往上啊，就是往上浮起来。真的哎，你也在亚特兰王宫内唱歌是要得到国王的批准的，你是怎么进来的、啊？你不是你不是美吗？美丽你是穷美丽人吗？江吉，江吉，这这列进来的不能被人发现了吧？是谁在这里喧哗嘞？哎，我只是想为节奏差好多，天选差太多了吧？天选差很多，这么美的歌声是不是来诱惑我们亚特兰之民呢？啊，或者你们愚人族派来的那个卧底的国度了，是不是？啊，哎、欸，要战要进入战斗，我突然要打架了，要吗？打架，打起来！竟然敢找我们探险家玛利亚的茬！没错。那你可以看到，这是哪一个是我？那你们下面的嘛，下面的是你。好，这个攻击。嘿，哎呦，太强了吧！哎呦哎呦哎呦！中间帅哥直接断掉。耶！搞定了嘛！然后这个国家的就被我们打下来了。原本只是带阿布玛利亚去找唱歌的地方，就直接把一个国家灭了。行吧。他不远万里来到这里，只想为你们的子民唱歌。他还在玉米啊玉米，然后毁了一个国家。我知道你的角色了，只想唱歌，没有在管别人。对，没有在管别人，只是想唱歌。我们听玛利亚唱歌。下课了。梦想新大陆。哇，可以哦。想你爹丝来了。对，想你爹丝。你的那个粉丝们是不是？哇，梦想事务所套装来了，使用，我们就可以穿起来了。使用，穿起来了。哦，いいですね。いいね。いいね，头发插出来。啊，不想吃潮水。寻找玛利亚，玛利亚在玩火。你丑在玩火了嘞！你怎么在玩火呢？是你最喜欢的熔岩堡，熔岩堡想吃哎，感觉气质很多，感觉是气质，然后中间有夹一层薯饼的那种。これは不能吃的。我知道的，你当我白吃的。不会，今天武器我没办法赢他。梦想新大陆，江吉，江吉，熄灭中啊。阿布在那边乱玩火，害人家烧起来，我们还要这样一个一个帮你灭。行吗？是阿布太开心了，太开心就放火，你太危险了吧？好危险啊！你在干什么？我是恶魔，你烧了一个地方，这里的火焰好亮，像是有生命。我
果然讲的没有错嘛，你就是想唱歌，没有在管别人的。我觉得这个任务可以了啦，我们剩下的让观众自己去玩，好，不然全部爆雷的话，对，不行，对，每个世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，没错，阿布会带你逛一圈，对，因为他想去所有的地方唱歌。对，我自己本身也是一直在玩，所以大家也可以找看看。那我觉得不如我们这个，因为游戏里面社交功能非常完善，在这个世界屏麦克风就可以直接录音跟玩家聊天，然后大家就可以听到。我觉得不如阿布你就好不好？天哪，哎，真的可以，你就唱歌给大家听了，还是你要说什么？我帮你，不用带起来，不用带起来，麦克风就好，你就这个麦克风就可以。哎，我来帮你，我来帮你点啊！你要跟大家讲话啊！预备。梦想新大陆里面的大家晚安，我是阿布玛利亚，大家玩得开心吗？不要吵了，发出去了，大家听得到吗？快点发出去啦！好，我发出去了。嗨，这样子发出去了，那应该就发出去了。那对不对？大家怎么听？我看往下滑应该就有了，往上滑有吗？点这种哦啊有了，哎，为了阿布来玩，等一下大家都洗太快了，有了有了，这个真的听得到吗？不小心大陆里面的大家晚安，我是阿妈妈你啊，不是啦，我来点击播放看一下。我想新大陆里面的大家晚安，我是阿妈妈你啊，阿妈妈你啊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好厉害。大家都可以听到，哎，有这边有一个人叫做为了阿布来玩，我们来看一下他说什么。什么歌？这是什么？我的几分之几？刚才一边玩一边唱，不小心录到。哦，哎，很多人，很多人想说，很多人想说，为什么阿布的声音会出现在这么奇怪的？聊什么？爱你。为什么这个七星破军盖贝贝会有阿布？会有阿布的声音呢？为什么呢？这个为了阿布来玩又有一个什么的？他唱，他把最后的，他把最后的唱完了。他跟你一样喜欢唱，他跟不管别人的感受，他跟你一样喜欢，好不好？哦。所以在梦想新大陆里面，社交的功能。很齐全，大家也可以直接这样子，像阿布刚刚这样子录音，跟他交朋友这样。对对对，哎，很可爱啦。也可以支队，然后支队里面也可以这样子。没错没错，大家可以通话，而且在地图上还会有一些小彩蛋。对对对，我们现在刚好就在一个旁边，但是我找不到我的花束。花须须。啊，找到了，找到找到。没有，我们这个旁边有一个，这里就有一个，有没有？没有，一个龙蛋彩蛋。对，在梦想新大陆里面，很多的场景都会有隐藏一些。就是任务接不到，你要自己在画面上发现，然后才可以触发的一些特殊的彩蛋任务。没错，我们来偷看一下，拾取龙蛋，拾取龙蛋，哦哦，前往六大文明寻找龙蛋。而且这个龙蛋它没有显示在那些任务，你真的有找到了第一颗，它才会开始。对啊，所以一开始不好找。哎呦，那除了这个龙蛋以外，其实在梦想新大陆里面很多。路边的花花草草，你去跟他做一些互动的话，都可能有一些彩蛋哦。没错，好好玩哦。所以接完任务可以去看看。对啊，除了你喜欢练功、打怪，你喜欢交朋友，或者是你喜欢在漂亮的地图里面走一走，然后探索的话，都有东西可以玩。而且你们看，现在下雨嘞，哎，真的对耶，而且下雨的画面很赞，下雨的很赞，而且在这个熔岩堡下雨。应该会有很多水蒸气吧，会很热吧？你不要这么麻烦，那么麻烦好不好？结果等一下就喷，开始喷烟，再拿干冰喷你，现场喷，天哪！没错啦，好，那这个还有一个这个要素呢，就是梦想新大陆里面有很多，就是跟你的那个广告代言影片里面讲的一样，有这个恐龙，没错，恐龙，对，有恐龙跟怪物，那这些呢都可以当成你的这个做出战的伙伴或者坐骑啦，很多可以选，可爱，就是这样啊，这个好可爱，一开始是大家有这个，对，对对对，喵小喵，喵小喵，有很多不同的会变成你都可以带出去，很可爱啦。我最喜欢露露。露露，露露是一个很可爱的，我给大家看一下，稀有。これ
卤卤卤超可爱、哇，它的翅膀很漂亮，是卤肉饭的卤哎、欸，对、啊，卤肉饭的卤，所以你是因为吃卤肉饭跟卤味，所以很喜欢它的，是不是很饿？刚刚看碳鸡，然后一直秀憨，看起来很好吃，有一点，要拍两下就会变态的秀，这样就变态了。我这边还可以领，说哎，阿诺，我觉得。很好的是，一直可以领东西，所以一点都不需要。资源很充足，资源很充足，什么时候登入都可以玩。OK 啦。然后我们这次在这个游戏的动画里面，还有游戏前期会看到的以太系列，刚刚的那个出战伙伴跟坐骑这边也有以太跳跳龙、以太巨鲨，鲨鱼太帅了吧！以太系列的恐龙都是非常难获得的，没错，都是最难获得，大家可以朝这个去努力啦。没有错，它的进化什么属性，然后它的那些物攻啊。那些都很高，重点是很可爱啦。对，我超喜欢鲨鱼，好可爱。对啊，以太鲨鱼好可爱，真的。鲨鱼伞。好吧，那我们今天呢，其实游戏内容还有很多很多，对。但是我们今天就是就几个特点，没错，主要是跟让大家看得开心啊，所以我们比较轻松一点，也让大家知道阿布也在游戏里面，对，这是很难得的。阿布在游戏里面，也在摄影棚里面，也在摄影棚里面，有的时候可能也会突然出现在世界频道的录音里面，有可能阿妈玛尼亚，有的时候也可能出现在林黛风，你那天是柔和间真的有可能，我蛮喜欢林黛风。今天是林黛风之日ですか？真的没有，不是，希望未来可以啊。好吧，那个。今天这个阿布现在都到现场了，嗯，但是美丽本人没有来，对，所以我们请丑陋本人来陪，丑陋本人，江吉，我们请丑陋本人在现场跟阿布跳一次恐龙舞，可以吗？可以的，还是我就开一个 YouTube 频道，我真的就叫丑陋本人，感觉要跟美丽绑在一起，感觉以后美丽出影片都要找我拍了，可以，我们要在哪里跳比较好？在这边。我是这边。哦，你是这边。对，刘森，要教你吗？要啊。说什么？右边开始。这边，那所以我是这边嘛，对不对？哦，一起。好，一起。嗯，右走，然后肩膀动动，然后咕噜咕噜咕噜，然后右。错了吧？然后右走。右哦哦，右走。Dinosaur。刚刚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。然后动肩膀，然后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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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右左，然后下一次是左右，然后左右，然后肩膀，然后咕噜咕噜咕噜，然后又是右左，又是右左，走，哎，有这么长吗？对，然后左右，阿布，你想骗我们吗？然后肩膀，然后我就可以耍你，哦，差不多，好。那我要跳成性感版本哦，有这种版本，我也需要吗？根本就不用，好不好？喂，有给我跳正常的，蹦蹦蹦，那现在好了，我相信大陆，你要是根本不是那个游戏里面的人吧？喂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现在看很像阿莫也是啊，武力麦克，太奇怪了吧？恐龙恐龙 ，Dinosaur， 感谢你们 ，OK 了，好不好？行，出道了，这个团队呢，就是要提醒大家，就是阿布代言的梦想，太扯了吧？梦想现在就到这边，然后呢，我们这边还会请阿布帮我们签名哦，因为我们要送给我们的观众，就是梦想新大陆的海报，阿布签名的海报，而且会有阿布亲笔签名。哇哦，还是海报还是你耶？对，是我，不然是美丽的话，太难要，还是海报是我，可以的，没关系，就是我跟阿布做一样的动作，这样子是 P 图，可以吗？我还有，哇，好多张哦。我蛮喜欢这个，因为很像什么卡通电影的海报，太可爱了吧？那是眼镜吗？对啊，十二月了，一号，跟我今天去签东西一样。对，已经十二月。来，还有其他签名太酷了吧？哦，这几张也要签的，对，不戴眼镜吗？哦，只签那一张，这是我的眼睛哦，大家看到吗？可以。有咯，还有一张吗？对，没有，只有这一张他签名，然后这一张、这几张也是要抽给大家，对不对？哦，
都会签，都会签，但是现在先签一张这样，对对。那给大家这样子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在这一趴的 VOD 底下留言，然后呢，喜欢梦想新大陆的哪一个特色，我们就会抽出六位玩家，然后赠送这个梦想新大陆，但是阿布签名的海报，没有错，大家抽起来的，没错啊，有下载的记得要去打阿布的专属任务，哎，拿那个梦想事务所的套装，对，然后还有宅知道的专属虚宝，没错，宅宅的，宅知道，宅知道。好不好？就是这样子，然后还有签名的海报都有，好吗？对，お願いします。没错，今天就感谢这个阿布来陪我们玩，希望大家可以在游戏内跟阿布相遇。是的，没错。然后也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。好，这边有这个生日会的生日的照片，生日会的，在后台嘛。阿布玛利亚的这个 Facebook， 他的 YouTube 频道，还有 Instagram。这头发很赞哦，期间限定的，期间限定，马上就会变金发了，对，马上会，我也染过这个颜色，哦，真的，嗯，这么帅，我染过这个跟蓝色还有紫色，才一个人彩虹，不是就一每一次不一样，我以为，好，我回力镖拿过来，原本听到奇怪的声音。原本是扇子拿过来变回力镖的，好啦，这个就这样啦，那感谢大家，我们今天就差不多到这边了。好，这个斗内明天又要考试，有200元记录档是一定要补的，不补不行。是，定存仔100元，阿文通告费基金第19期。哎呦，阿布100元，好喜欢阿布跟鸟屎六探的互动，很赞。赞，斗两次 super 50元都没被念出来，哭啊！后台可查看问号。俊台恋粉丝俱乐部50元，有阿布有斗内阿布赏。高雄毛怪 XQ 50元，阿布好像台湾的东西比日本熟。鸡蛋糕，鸡蛋仔，那是香港，台湾也有，台湾也讲好讲。台中胖毛怪 Sun Ban 50元，阿布车长在飙车，感谢各位，谢谢。好，那今天就差不多到这边啦，再次感谢，希望阿布可以有这个有机会在。陪我们玩不同的游戏，希望阿布下次来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穿一些正常的衣服，可以穿一些不用那么的，我们可以穿一些私服。ダメです。好了，感谢大家，下礼拜见，拜拜。拜拜。